杨千嬅今晚出席某腕表店开幕礼，并将亲自提笔的“生意兴隆”四个大字赠送给老板。千嬅称自己练习了许久，不打算与谁比较，只是一番心意，也算是多谢该品牌对自己婚礼的赞助。丈夫丁子高虽然不是公众人物，但也算是娱乐界的人士。问及如何处理工作与生活以及无暇相处的问题时，杨千嬅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智慧，并大讲自己的夫妻哲学。我觉得我跟他认识都是缘分吧，然后两个人相处也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，我到现在还在学当中，可能我们两个人都是，可能我比他成熟吧，所以就是跟他相处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也是蛮会跟人沟通的人，本来的个性也是，还有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工作关系也是有一点，可能我飞来飞去，可能他飞来飞去，大家碰面的时间比较少，所以待在中间都有一种思念的空间，然后也是有一种私人的空间，就比较可以平衡那种情绪，所以两个人见面的时候都是比较会包容，然后比较开心吧。谢霆锋与张柏芝的婚变传闻满天飞，杨千嬅被问及此事时称，始终是人家的家事，自己也不好评说。已婚的千嬅只是称，能够结为夫妇是缘分，要好好珍惜。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也没有出来讲过什么，我还有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家里面事情，所以我作为艺人也是不方便去在公开的场合去讨论他们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大家的相处都是，我觉得这一世我们可以做夫妻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还有福气，我只是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应该好好去珍惜，就是这样，非常简单。